大家好，又是我来到 Wetland Season Spay 驗樓的时候呢，顺便呢教下大家怎样用这部西门子的抽油烟机，型号是 LI67SA530BOY 啊，抽油烟机的。好 ,OK, 那我们用的时候呢需要用手动拉它出来啦，不等于自动着的喎，旁边有个掣是啦，这一度。好啦，咁一同零呢个掣呢就係等于开啦。开嘅时候佢预设咗係两格嘅，最高去到四格。四格就係最强力㗎啦。好啦，减返低少少先。去到第一格。第一格呢就係弱少少啦，一般嘅油煙都可以㗎啦。咁譬如煲水呀，唔想呢係啲煙呢去到呢个煙霧感应器呢，其实一呢都够抽㗎喇，唔够呢可以二，不过会嘈啲囉。好啦，咁如果屋企唔够光又想睇下啲餸熟味呢，就按呢眼灯嘅掣啦，係特别强光嘅。见到嘛，好咁熄返佢就可以啦。多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